百分百冇改图 ，UFO 竟然马屎布，切改图嚟嘅。嗱，同台湾飞碟学会早两日公布嘅呢张一样，好难讲系坚定流。但星期日用手机影到呢只疑似飞碟嘅咪乌就话呢张系百分百原图嚟，开头睇相啊都以为系灯罩咋，睇真啲就觉得好唔对路。咁张相喺边处影咧？自唔系面临逼迁嘅粉岭骨马屎布村咯。呢度啲飞原居民啊，过去几年成日俾收地人士滋扰，又剥烂石面墙，又搵铁链锁闸咁，可能外星人都睇唔过眼，要嚟帮佢哋打保卫战啊！